我还不懂为什么俄罗斯要拖到我们的床洞的天气呢？你们的床洞 ，OK， 请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出现了，在法国？很久以前。你是1006年吗？1005啦。1005年。对。真的很像我们的装洞，就是可丽饼。对，那可丽饼是那时候在法国很装洞的点心、嗯。那在北部是比较吃咸的、嗯，所以他们会用一个比较全麦的面粉、嗯，然后配里面的香菇、bacon， 然后蛋啊什么的，对，蛋黄。然后我们南法是比较。小朋友喜欢吃跟巧克力汤粉啊，或是一些果酱。哦，还在那个法国跟俄罗斯在争执说这个是他们的时候，韩国人觉得这是他们的。那韩国有的是啊，韩国也有，你好淡定哦。没什么，我以为是蛋饼耶，什么时候去？蛋饼，这不是蛋饼啊！我看到这里以为是蛋饼耶，真的。所以韩国，是1004年出现。对啊，这太普通了，真的。真的吗？韩国也有的吃，韩国满街都是啦。可是它真的，我觉得它真的好吃啦。对，它的整个 Q 度跟整个它的配合的那个口感真的好吃。是在哪里吃得到？对的，什么？这在哪里吃得到吗？在台湾有一个。特别的有一家俄罗斯的餐厅在那边做的、oh. 那个餐厅的老板是一个俄国人，他非常专业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吃看餐厅、okay. 还有大概在哪里附近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，所以我要给他说谢谢老板、你的帮忙。 okay. 那在哪里附近呢？对，因为你叫我们自己去看看在台大大学附近、台大附近公馆那里，公馆商圈、没事，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些 information 都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官网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詹姆，谢谢。好，那还有下一位是谁嘞？下面一位，你吗？对呀，法国人。所以我现在来介绍一个台湾人做比法国人好吃的甜点。假的？好好好，我想吃。千层迷幻粉香滑，迷幻，对，想象空间啊！好了，我们还在洛阳，谢谢。因为好冰哎，我是出飞的啦。你们也知道好冰，对，我每天被喷你们，你们这样就说好冰，对，很冰哎，我现在背部都没有感觉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因为今天大家都介绍在台北的甜点。OK， 不好意思，大家都有介绍，有一位我们刻意不让他介绍。哦，是哦，对，好。那我今天来介绍这高雄的。高雄的。高雄，因为是高雄，这个是从高雄来的。哇，我的故乡哎。开幕之前，那个比欧就说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。对，而且是在台湾做的比法国还好吃。所以说，这个师傅是台湾人。他是一个台湾人，然后大家真的很认真学。这是法式的甜点，然后我上次去，因为我最近参加古标舞比赛，对，我的老师就是敲完之后很累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嘿，我从高雄来一些甜点，我吃一口，真的就是爆破浓化，浓化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，我在台湾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甜点，所以这个就是马卡龙，这是马卡龙，可是里面有那个raspberry。跟荔枝，荔枝，荔枝，对啊，所以其实因为我觉得，哎，真的耶，它的外面里面是荔枝的果肉，真的荔枝肉在里面，好真的还假的？可以打开给我们看。因为我觉得最厉害是，如果是在法式甜点，有，我觉得对面来说是可能太甜了，对，可是它会配台湾的口味啊，所以真的里面就是非常好吃，然后真的看得出来他们用的整颗。东西都很好，你看 raspberry 好大颗哦。对啊，你看，哎呦，哇，那个马卡龙的口感真的跟法国一模一样。对，因为荔枝好像刚开的那个，好新鲜哦。它应该是现做的吧？而且我跟你们，这个是今天从高雄来的，然后它完全没有浓化，所以。这是意思都是他们用的东西都是非常好，奶油、牛奶都是很好的。哎，燕佩，你在地人，你都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法比奥，你带我去。走开！高雄路我很熟。你不会上去粉丝团看一下地址自己去啊？哎，你很难想象那 raspberry 跟那个荔枝是很搭的。对，你怎么会想到他们两个会是朋友？好姐妹耶！
什么吗？是爆浆的饺子，对，是咬下去哦，炸开来，然后再配合那个马卡龙那种软嫩度，荔枝跟红梅就像我们两个很搭配，对，好的，而且大部分你们两个哈、哦，就像螃蟹跟柿子啦，哎呦，你才像羊肉多跟香肠嘞，有毒，会中命力哦。然后第二个，这个是我的最爱，最爱、啊、最喜欢的，因为这里面最爱。不是在这里吗？打他两巴掌。其实，这个蛋糕我里面有不同的口感，然后有一些就是焦糖、巧克力，然后跟一些坚果的味道，是非常好吃。你们吃法都错了。怎么？那要怎么吃？银针？正确吃一口吗？千层派的方式怎么样？这样。什么？那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都在排队吗？这要怎么吃？吃，走开！正确吃千层派的方式。对啊，怎么吃？它这个是切好了，还是要就这样卖啊？这它不好吃哎、欸，因为它吃了都会掉屑屑啊。对啊，不好意思、欸。而且这这么大，我们樱桃小口怎么吃？对啊，塞不进去就不要吃啊。我要打你，杨哥。我觉得它一定很好吃，好吃，我们吃完了，一定很好，会噎到吧？会噎到。而且刚刚油还叫我开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咖啡叫咖啡的 Coeur， 也是法文的名字。然后他们那个咖啡，他们也自己做。我真的觉得。我在台湾没有吃过那么好吃。哎、欸、呀，千层派的那个派皮好酥哦、喔欸嗯！而且他从高雄来摆了那么久，吃下去还是好酥。嗯，这一道叫做咖啡的客两千层派，两千层，两千层，两千层啊，两千层，真的、哦，还有两千层哦，好好吃哦。艾玛觉得怎么样？好好吃，真的好吃哎。哎、欸，这真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它的那个派也好好脆哦，它的派皮好脆。对，它的重点是它的派皮好酥，好酥，好酥。然后很多千层派你切下去，它就碎光了。对。然后它就是又酥，可是它又可以维持它那个样本来的样子。然后里面那个馅就是的堆叠起来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棒，而且完全不腻。我觉得这两道都好赞哦，尤其那个那个荔枝有真的让我比较清爽一点，清爽一点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哦，你两种都有吃吗？哦，对啊，我几乎都吃光了。哦，好浪费。这是知道自己的今天让我觉得比美国好吃的第二名。为什么第二名？第一名就是刚吃的啊，那个 crepe。你喜欢？因为我在美国，我们在美国也有这种东西 ，macaroon 啊 ，layer pie 这些 puff pastry， 不一样，也 different。但我让我讲完嘛，先让我讲完可以吗？谢谢发表。OK。但是这个是不一样，因为我吃下去这个两千层 pie whatever it's called， 吃下去的时候，我马上想到一个东西 ，chocolate rosé。Yeah。啊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坚果跟那个巧克力跟那个脆脆的点，你会就是先想到那个，那个。Macaron 的部分的话，我先讲这个。通常我吃 Macaron 我吃不下去，除非我有一杯咖啡。哎呦，对，因为太甜了。对，可是它这个还好啊。但是这个我只有水，连一口水我都没有喝，对，我就马上把它吃掉。是不是因为你的水喝完了？差不多。还有，因为那个 raspberry 够酸，所以你搭配那个很甜的 Macaron， 好香，对，在一起会就是会变成一个 balance。我自己觉得。